大典开始，好！我月落城主之位多年来悬而未决，今日要推选出一位，令我族人风俗自强，佑我族人安乐无忧。今日的城主选拔大会，依照规矩，将在票数最多的两位中决选而出，四位长老谁能力压群雄？ 谁便是我月落城新一任的城主？谁不知道洪长老与平长老皆为武将出身，这比武对吉长老未免也太不公平了。这些年来，若非吉长老调度田地财政，族人如何过得上如今的日子？ 是不是？若不是平长老殚精竭虑，盐城布防，抵御镇远军，族人恐怕连一餐安乐茶饭都吃不上。城中法度都是李长老掌管，李长老赏罚有度，才是城中鸡犬不惊，夜不闭户，所以这城主当然是李长老来当。你们尽会吹嘘，若论这月落城中大小诸事，谁会比洪长老更加清楚？ 洪长老为月落鞠躬尽瘁，这城主我只认李长老一票。首选票，李长老一票，平长老一票，李长老一票，吉长老一票，洪长老一票。 吉长老一票，平长老一票，李长老一票。萧海天。 是偷杀呀！何人在此挑衅？给我站出来！就是，谁偷的？萧海天是月落罪人，谁胆敢在这儿提起他？是想与整个月落为敌吗？ 没错，谁偷的票？两位长老，少安勿躁，少安勿躁。哎呀，诸位啊，你们心里有什么话，可以直接跟长老说嘛？是长老说嘛？长老，是胆做不敢当。对呀，你偷他一票，不是来捣乱吗？一盘散沙。 你是何人？白玉簪，我是来替萧老城主讨回公道的。就是萧海天的嘛！你如何敢替萧海天？若不是萧海天，我月落族人何至今日悲惨境地？一个背信弃义的罪人。
有何公道要讨？就是他们有什么公道要讨？萧老城主蒙冤之时，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他的清白，甚至还勾结镇远军对萧家赶尽杀绝，不就是为了拿到白玉簪当城主吗？萧老城主也是你们选出来的，得他庇佑时，敬他捧他的是你们，他蒙冤牺牲时，唾他气他的也是你们。城主在你们的心里，既然是一个可以随意背弃之人，那你们还选什么城主？你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！什么呀？冷静！谁呀？冷静啊！就是，且听听他怎么说。月落祖训，唯有忠肝义胆，令全族人心悦诚服的勇士，才有资格继承先祖的白玉簪，登上城主之位。忠肝义胆，心悦诚服，这八个字，你们配哪个？更别说，你们根本连白玉簪都没找到，便在这里搭台唱戏，自欺欺人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便留下来，一起清算清算。哎，他不会有事的，我们先走。